大做 Webcam 使用，来，首先进去这里来，选单里头，设齿定，轮进去，好，这里有一个 Webcam 的功能，你要好，把它打打开。开，好，打开完以后，这边就会显示你这边有写 Webcam。好，那有了以后，这边 Webcam 有了以后，接下来就是我们要接线进到我们的安卓手机。安卓手机 Type C 接过来这里。那我现在是已经接进来了。那我们重新来一次，它就是把它拔掉，再插上去。所有都要点确定。好，接进来以后，它可能画面现在是不对的，或是黑色画面的话，你就先切到一画面。一的画面有了以后，再切回二画面，然后等它一下下，它画面就会进来了。好的，那这里90度呢？你可以买一个90度转角器，哈，用这种90度的线，它才不会撞车。好，用90度线放着充电。那另外就是买转角器，也可以解决充电的问题。好，谢谢大家。